抖音爆红歌《我站在云林》，因为旋律洗脑搭配简单手势舞，一路红到脸书、IG， 引起网络风潮，不少人纷纷跟风翻跳。有学生在抖音账号分享一段影片，只见他们正在进行拔河比赛。前面的队员仿佛被音乐制约一般，忍不住跟着旋律跳了起来，幸好最后人赢了比赛。影片曝光后也引起许多网友讨论。开始了！开始了！太厉害了！蓝色的，所以你们跟绿色的，我们两边都欢乐。开始了！第一名是蓝色的，所以你们跟绿色的，我们两边。